虾，价格将近900块。还有这一尾来自法国的蓝龙虾，一尾2800，价格高贵，除了和进口产量稀少之外，和取名也有关。虾子的名称都是我们台湾人依它的外观的美丽的颜色下去区分。像是日本料理常见的胭脂虾，颜色偏粉，学名叫做雄壮须虾；偏红的是牡丹虾，属于长额虾科。另外，阿根廷天使红虾学名更长，根据外表特征取个响叮当名号，反而能引发消费者好奇欲望。甜甜的，脆脆的，稍微有点微微酸酸的，还蛮好吃的口味。台湾人爱吃虾，但偏偏今年气温飙高，让虾子产量硬生生减产30%以上。不少业者选择进口虾，但学名、肉肉等谁记得住？不如改个名称，美食经过再包装，更能刺激消费。记者陈孟辉、林孟章，台中彰化报道。